那是数百年前在艾斯加大陆发生的战争，黑色之权的威胁遍及大陆全土，各国面临被黑色势力并吞的危机。所幸在拉席叶骑士尼雅的带领之下，成功将黑色之权封印，化解了危机。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。几百、几千、几万年的岁月，这无止境的囚禁，终于要在这里画下句点了。去吧，我的眷属，去为我的归来做准备吧。哎呦，瞧你们这模样，让妾身都兴奋起来了。妾身来好好疼爱你们吧。女神的教诲，哼，别笑死人了。又我也将一切烧成灰灰烬，才是我的真理。想这样的事情，干脆毁了他也好，就让黑邪的力量沾满满整个大地吧。我会继续为我守护的一切而战。